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张卡哦？其实我的主力卡，其实我自己写的问卷我自己都没有投啦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失公允嘛，所以我自己是没有特别去投票。但是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好看的就是第二名的 Coco 很黑卡，或者是我的 NA。可是 NA 它今年没有入榜，它是去年的，好，所以今年没有。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它是越来越好看的，因为它现在的资料就是在下面，然后也没有卡要打在上面，所以 NA 卡的话，我个人觉得它还是做得蛮好看的。中国信托它的权益虽然烂归烂，但是事实上它的卡片其实它的设计都算是蛮有质感的哦。如果你是喜欢就是有质感的信用卡，其实有一些银行你都可以考虑，比如说这个台新的信用卡，它其实都不会难看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中信嘛，然后国泰世华其实也不错。国泰世华我觉得他们有点偷懒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这种所谓的年轮卡，就是除了一个颜色不一样，但是就是这样子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同一组设计，然后走天下就觉得。他们就是有点扁多啊，这样子，对。